康平安，谢谢。健康平安，好，下一位。我写球技进步，希望可以跟教练跟学长们学习一些技术。好，我写努力加油，然后希望明年今年可以努力打出好成绩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努力加油哈。好，来下一位。我写希望2014年可以一切顺利，那可以拿下新人王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我写的比较长啊，我写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，球技进步，大家加油。大家加油啊！好来啊，小小哥。我写 good luck 啦，就是因为我想拼新人王，所以要加油，然后希望大家都有自己的幸运女神跟着他们，谢谢。耶、，OK， 小小哥也要拼新人王哦啊。我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然后可以平安打完一个球季的。好啊，大家这平安真的很重要，身体健康哈、哦、是大家一致的目标。好、哦，那接下来当然就是要有了健康的身体哈、哦。大家平安，然后球季进步。啊，平安球季进步哈、哦，来罗国龙。我写的是稳定中球进步，然后健康打满一整季，目标总冠军。嗨，哦，这个稳定中要求进步。那当然，球队一定要拿下总冠军哈，十全十美的总冠军。哎、欸，这今年真的很重要，第十座。我写健康打完一整季，然后目标总冠军。哎、欸、啊，这好，那个耀文一定有这个实力的哈，来。我写的是那个健康出赛，可以缴出一个亮眼的成绩单。哎，好，很好啊，亮眼的成绩哈。我写的是可以打出一个好的成绩。好，打出一个好的成绩。好，